Yes， 回复上一集影片的留言，刷 K 在给说还有下一集吗？我要看。是的，终于赶出来了，这一集的影片就是这一集啦，敬请期待还有下一集。所以往影片下面看 ，Let's go check it out。现在的我呢，已经带着一个 Laban Rata， 就是 Mount Kinabalu， 算是马来西亚最高的山了。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爬这一个神山的，但是还没有登顶的时候呢，现在的我就是在海拔3200多米，整个从山底下爬上来的那个过程，真的是超级夸张的不容易，考毅力、考耐力，还要考你的腿力。哦、所以啦，继续往这一个影片看，今天早上出发的情景 ，Let's go， peace。Peace 啊，大家好，我是 Rainbow 阿宝。Good morning， 要出发去吃早餐。Let's go。喂哦，要。我们已经吃饱了早餐，就在同样的山这边后面呢，就预备叫人家帮我们扛一些行李的。1公斤13块钱，我那里就有7公斤。再两包 ，All right。太阳越来越大，温度也比较热了。Heading to the top。我们从 hotel 旅社坐巴士，这个就是我的牌 Mount Kinabalu。从这个 Jalan Power Station 就来到了这一边，是浪漫 Mendaki。要拍山顶啊，不要拍脚。Let's go。后面呢就有 Bomba， 他们就是会负责帮忙，这个会有冒着生命危险的。再加上我们昨天签了那个死亡证书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前面呢就可以看到 Bondo Limbohon， 转个身就有地图，就是重叠，然后慢慢上到宫顶。Checkpoint yang pertama dan kita punya perjalanan hari ini kurang 6 km. Siapa yang boleh cepat, kamu cepat saja. Jikalau ada masalah di tengah jalan, kamu kena tanya dengan guide. Kamu orang punya masalah, jangan simpan di dalam hati. Lembo. Okay, ini tidak perlu kan? Itu. Staff. Okay. Mata ya. 花掉很长的时间听他讲解一下。现在我们8:30出发了，全部 camera、cable、充电的、水，该拿的东西就已经 pack 好了。现在让我们 Let's go, peace.哇！进来就有一个瀑布，然后这边空气慢慢变稀薄了，这里就是差不多离海拔3000多米，很冷，这里很冷呗，而且很喘了。我们已经爬了100多200米，全部的山路哦，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平底线爬上山，哇哇！空气比较稀薄的同时呢，我们的鼻孔呢慢慢的会流鼻水，然后我觉得等一下要戴 mask， 不然的话鼻子会不耐。哇，我放 camera 放在这一边，走下去再走上来，为了就是要拍这里有多高。哎，现在啊，这一个是平线啊，下去他们是在下面，不能够讲太多话，因为话讲太多，从那边爬上来去上面看天空。Oh no！ 也许你们会好奇问我会不会冷，我跟你说，你的汗一边臭，然后外面的空气又冷，你要脱衣服你又怕，为什么？因为那个汗流出来的时候呢，它就变冷，所以你整个身体还是冷的。到了，哎，全部是这样啊。OK。现在的我们已经是一个 Bondo Uba， 只有走了1.5公里而已。现在的时间9:20，还没有一个小时走1.5公里。看一斌他们才刚走到，一斌怎样 ？Peace， 放松的走，享受的走。Hello， 没事。原来我们现在才在1900多海拔而已。哇，他们背很重哎，那边至少15公斤哎。后面这边又有了，来了来了。哇哇，我要tanya kamu atlet ga？ Tidak， umur 19 semua budak school。然后你几岁？我9岁，没有帮忙背东西啊？没有。哦、oh, ，你没有做 part time 是吗？我是爬山的。OK， 咚，没有拿棍还好，拿棍的话就拍不到了。现在我们是 on the way 上，明天凌晨2点就攻顶。攻完顶就直接下山。有 line 哦 ，check， 真的是有 line， 有 line， 因为有电信塔。哇，这边要开 live 啊喂，看这么美的风景呢，真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个代价就是要爬山呢、啊。OK， 一平在我前面这边，哇，几乎就是专属 photographer。还有我可以吗？帮我拍一下。Okay. 这边，世界那么大哟。就是我一个人喊的，原来。Boleh interview berapa umur kamu? 70 70 啊？tiap-tiap hari ada naik啊？
Enggak. Agak satu bulan berapa kali? Dua kali, kadang satu kali. Kamu ada ambil itu tong besar? Tanya. Saya 60. Wah, 60, 70. Wah. Dua kali ya satu minggu. 我们已经爬到了海拔 2164 meter. First time? First time. 又爬七次。 哇，你看，很大的桶 哎， 很重 哎， 哪个小了，两公里，海拔 2252 Emergency Assembly Point， Kamborongo North 06022.9.5 直接上 ，Let's go， move move move。 Oh no！ 我们越爬越高了，哇！我们抵达了 Bondolowi， 但是我们也不要休息，因为我觉得太靠近了，因为一不小心就踏空。平常这样的楼梯我们是不会觉得很累的，但是今天爬这样的楼梯是很累的。海拔2350 meter， 吃点巧克力，喝点水。当你爬这个山的时候，跟你看的在城市的楼梯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你看我呼吸这么喘，哇！有人山顶上下来了，啊，他们，我北京 sorry， 深山啊，比这高的高度，不错哦，还可以打电话的。 好练，前人种树，后人凉，多么好！我们的电讯塔就在拉巴拉拉。我们有什么拍照？不过拍 video 一定要拍3 km， 海拔2455米的了。等一下就吃饭，10:20算是不错的，因为还要拍 video。如果我直接这样混上去啊，应该3个小时就可以到拉巴拉拉了。我们算是不错的。Hello， 哇哦，有 speaker 就不一样了，不会闷了。Alright，爬到很像很轻松这样。翻过来的话呢，全部的人还在爬着的。Bundle，笨笨。Alright，手套很好用，因为你摸到有一些东西石头还是滑滑或者青苔的，又不喜欢摸肮脏肮脏的东西，手套更加的重要。等一下攻顶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手套，那个是防寒手套。休息一下，喝水。One station。Where are you from？England。England。So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2 days。You from Selangor？Are you？ 芬尼斯兰。I see。 Good。 Good， 10:55啊，算11点的啦。All right， yes， 3.5公里，2634米的。刚才我换了那个呼吸，不太能够耐，因为我的膝盖不太好。 OK， 我的屁股来做一下，我的膝盖没有那么痛了，就比较好了。还好刚才可能是太激烈了，所以有点痛，现在好转。 Zone Burbaya了， please move faster through this zone， 可能会土崩吧，我也不知道。现在看外面啊，那个山越来越高，如果是下雨的话，这边就很危险。Oh， check it out。 好，就全程录给大家看。这边太阳很热，这边很美。你看，哇哦，拍一些照片这样。All right，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一个拉央的站了，蛮大的。然后里面也工作人员的休息站这样子。这一边呢是2702米的海拔而已，所以现在吃午餐的时间。Time lapse continue。这边很多人都在这个休息站休息啊，多一下我们就会到半山拉班拉达。OK， 还有鸡翅膀，早上当你很饿的时候啊，什么东西都是好吃的。 哎呀，看出去的风景也越来越广宽，哇，看太美了。所以这一些呢，Bomba队员6 km 拉班拉塔，还有剩下2公里，我们就到拉班拉塔了。Yes， Hello，Hello，哪里来的？攻顶的影片就没有这么轻松了，我就没有办法拿两只东西了。刚才我们上来的路程都有很多的阶梯楼梯，但是现在的过程都很多是石头。 很多的风景哇，担心影片太长。Oh yo， 现在的时间12点了，我算不是很快的了，因为我拍 video。我们已经到了4.5公里了啦，海拔2898米的了，3万英尺。Labanrata就在那边上面了。Where are you from？ Hong Kong， welcome to Malaysia。 快到了 Lavanrata， 就是我们今晚会过夜的地方。哇，这个只有亲身体验来了之后，你才能够感受到风景那么的宏观雄伟。今天的天气超级的棒，真的感谢主，没有下雨，很感恩。然后你看这边，2015年土崩的时候留下的痕迹。 看我那一边放大一点，忘了跟你们说，这个不是平线啊，这个是斜坡。哇哦，这边更美。哇哦。 360度转，我们已经到了 Bondo Villosa。要上厕所的可以上厕所。2960米的海拔 sea level。快到了。Baga Waras Lavanrata。我相信上去还有更美的风景，所以 Let's go。我们已经过了5公里，刚才我用这长镜头，不方便拍照。上山拍很辛苦，下山应该就没有什么拍了。OK， 是时候我们要走了。哇，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人拿 gas 桶啊？很重嘞。我发现。
现到呢，现在在这一边的树啊都是不一样的了，都是属于冷天的树木，太阳越来越大了，时间现在也差不多要一点了，快要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700米的度 PL， 一边拍 video 一边爬山，真的比较花长一点时间。喝水一下，然后吃巧克力一下补充。我到了这边 Bondo Baga， 结果没有半个人，是3080.42米的。这边那么多石头，哇，这边的厕所很迷你咯，没有那么清洁，不过还是可以上。OK， 1 2 3，好了。小便你们不用看啦，男人做事外面又有人了。 OK， 我们继续啊，左边右边哪一个比较辛苦。哎呀，都一样的啦，反正都是会累的。 Oh no， 哎呀，用我的膝盖。不是蓝天啊，白云啊，现在的时间1:30了，来到300米的，早不可以睡觉了。来到了，You dalam mana kah? You merekam? Oh, kita dapat turun sampai. Tidak larat sudah. Nah, terima kasih bro. Ya, sama-sama bro. My leg almost cramp. Steady. Alright, 到了 ，Let's go. 终于从那边爬到这一边，现在进去里面。Let's go， 保镖们。Yes， zoom。不是这间，在上面还有。Oh， alright。还有剩下100米的度 PL， 哇哦，那个云跑真的很快，风很大，开始很冷了，大概是10度吧，我觉得。我从这边走上来，好像 Assembly Point， 攀那拉吧，哦，太兴奋了，山下山上，然后再去那边，哇哦，太美了，哦，被云遮掉。话不多说，让我们拍了照片过后，就从这边 do the entrance， 终于我们到了。你拉班拉大哈，什么这个攀那拉吧？哦，都是一样的名字，害我有点混淆。这边是 top of the mountain， 然后我们这边是 rest house。明天凌晨2点攻顶，Let's go。马首是你好 ，OK，Thank、okay, you bro。Yes，OK，Congratulations、okay,。终于我们到了这里了，每天跟人脚酸到半死。沙巴金着地，太好喝了。Need to make it， oh got it， nothing difficult， easy。哇，那个云啊，很快哎！这一边呢，真的是太漂亮了。哇，现在的我已经到了拉班兰，它就是给人家一个休息的一个站点。一路走上来呢，开始的时候感觉没那么辛苦的，但是到了差不多海拔2000多米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哇，你的脚、你的体力越来越酸的。现在这里的温度呢，大概是10度到12度的，里面穿一条衣，外面加一条 jacket。啊，对。哦 ，got towel， then I don't need to bring towel 了。哎呀 ，OK。Room 11 is upstairs。这边呢，就是老板让他的 reception。Cafeteria， 我们吃东西的地方，明天就在这边。我们的房间就是在这边的上面。咚咚咚咚咚，哇，很多宫顶的照片哦。看看我们房间11号，开门，哇，很多人呢。那边没有人睡哈，我就有睡角落。基本上就是简单的一个房间，全部人就是一起睡。哎呀，睡也睡不久了，就是睡那3-4个小时而已。2点呢，我们就要去宫顶啊。哎，都没有宣布完。哇，哦 no， 那一个房间真的是小了啦，不是小啊，它是挤，里面差不多要10个人啊，但是那个插头只有2个插头而已，一定要带分插头啊。然后另外一个冲凉房那一幕，哇，真的是很冷。转个镜头，你不相信你去看。好不好？对 ，Oh no， 冷死我 ！Oh no， 这个热水器没有烧到的，所以啦，真的是很冷，很冷到你啊，会叫妈妈救你。哇，时间已经是接近下午了，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太阳很热。All right， 基本上大概7度到12度之间。所以呢 ，Music，Let's go。我要换一些长的 lens， 拍的角度角色会比较好看一点。60-70岁，谁说不能够爬山？现在就是在等着夕阳下，要拍着这一个 time lapse 给大家的。OK， show time finish， now is the lunch dinner time， let's go。现在下午。吃饱饱，晚上再吃，然后2点就攻顶。现在我是拍着 time lapse， 有没有看到 ？Alright， 哦， oh, 他们现在要拍 group photo， 哦、oh, ，man， 所以我要预备了。Are you ready？ Check it out， 顺便开一点风景。Yeah! All done， thank you、oh.。
我穿一条外套是对的，为了代表蔡阿宝来到了神山，穿了这个衣服。让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看的 timelapse。哇，黄昏快来了，换个角度。现在的时间已经是6:30了，刚刚好准准，我们能够拍到这个 timelapse， 真的是超级的兴奋。从刚才的4:30、5:00等到现在，是值得的 ，man。Check it out。Alright， 没有人了 ，Let's go，Let's go。冷冷，风很大，不能了 ，OK。哦，现在太冷了，温度差不多4度-5度了。哦，的 timelapse 结束了，另外的风景，我们就要休息了。明天凌晨2:00，我们再见啦，晚安。没有人了，哦 ，Let's go，OK，、okay， 敬请期待，我们明天凌晨2:00就会开始从这个地方攻顶。今天的影片呢就拍到这边了，如果大家喜欢这一支影片的话，记得不要忘记呢点个赞，或对未来的你想要爬这一座山的话，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让他们也经历更多爬山的惊险过程。下一集影片呢，我们敬请期待攻顶的影片。 Subscribe， 开启铃铛，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其他任何的影片了。我们就明天见。